今日吧。你不能杀我，金云河还在我手上，你若杀了我，师父不会放过他的。你竟然恨他，这真是本宫听过最有趣的笑话。的皮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金云河的命是我的，可以杀他折磨他的人只有我。听我令，狐族集结，杀朱灵，灭顺德，救吴王，护北渊。杀朱灵，灭顺德，救吴王，护北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梦想剧场，最新的剧情真的看得人热血沸腾，看男主搞事业的样子超级解渴。前面男主并不是智商不高，因为太容易相信人，而且又容易冲动，所以受了很多的伤。但是现在男主并不是那么傻了，只用了一个招数就可以一举三得，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救了狐王的性命，拯救了他们一整个族的人。常毅分析的没错，狐族也是受顺德的压迫，所以跟他们结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但是结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首先要取得对方的信任。虽说他们两个族之间是唇亡齿寒，但是也可能互相残杀。常毅并没有那么傻，他分清楚利害关系之后，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请拯救狐王。想要获得信任，必须这么做，而且他也具备这样的能力。常毅把自己的人分成了两部分，表面上是想要用自己来换狐王，但其实他知道凌霜台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的把狐王交出来的，所以早就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。他自己很轻丘狐韶谷主去完成交换的交易，然后另一方面让空明去凌霜台跟自己里应外合。其实这里也是空明研究的阵法的最后一个阵眼，这样的话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一举拿下凌霜台，打掉他们的势力，进而统治北渊。常毅这个计划可谓是一举三得，一来干掉凌霜台，二来救了狐族所有人，三来可以顺利结盟。凌霜台精锐力量已经全部出动，所以他们内部的防范必定会空虚，空明如入无人之地，一下子就打入了敌人的内部。这一边凌霜台精锐势力也慌了，空明早就布下一个阵法，凌霜台的人想要妄动，结果全部被震飞。凌霜台管事的也是一个极其谄媚的人，顺德到了以后拍了一连串的马屁，估计就是存在感最强的时候吧，连顺德旁边的张仙使都看不下去了，还白了他一眼，他似乎在说，你的嘴巴怎么比我还会说呢，只能我一个人谄媚，我不允许有人比我还会拍马屁。凌霜台管事的眼看自己手下全部被打倒，自己也是命在旦夕，但居然还不死心，说自己的手上有狐族所有人的灵丹，一旦捏碎所有人都要跟住陪葬。不料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正好被旁边的常毅听到，常毅用 0.1 秒的速度就飞过来，只是看了一眼这位管事的表情，便知道灵丹葬在什么地方。因为一个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便会下意识地保护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东西。常毅这一招妙啊，这后面的几分钟的时间就不是男主角的高光时刻。顺德看到终于收起了自己嚣张而又跋扈的态度，指令走下赶紧撤。常毅怎么可能放过他呢？但没想到准备要灭他的时候，他竟然拿出了一个杀手锏，那就是纪云河。从顺德口中常毅得知，纪云河现在正在受苦，嘴上说的永远不原谅，但是心里面也一直在想着，但常毅不会受顺德的威胁，他要杀了顺德，靠自己的能力救女主。正当常毅准备下手的时候，没想到一向谄媚的张仙使居然跳出来为顺德挡了一剑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张仙使难道不应该恨顺德吗？还是说奴性已经成了习惯，到死也要效忠？张仙使被刺了一剑之后，转头对着自己的主子顺德微笑了一下，立马就灰飞烟灭了，没有留下半分痕迹。